起立，起立。导师考核现在开始。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万个你。哇，杨坤乐了，杨坤乐了。我们先记得现在杨坤老师这骄傲的表情跟神情，待会儿他会出现强烈的反差的。这是到目前为止今晚刘欢老师最兴奋看到的一次表演，我们就从您先开始吧，给他们点意见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平安，真的非常好，刚才这歌真的让我给嗨起来了，该有的都有了。至于倪亚峰呢？今天你给我们一个另外的经验啊，因为后边把这个美声的方式亮出来了，因为正好这首歌要用到，所以我觉得杨坤的这次这编排蛮有意思，让他们都有一个充分的发挥点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，所以这一次的表现是非常的。谢谢杨坤。这一次的表现非常的惊艳，让我真的兴奋起来了。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，
我可能会选平安，因为我相信他会有更多的能力。对，谢谢，谢谢刘欢老师，谢谢大英老师。平安，我只能对你提一点点小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更饱满，就是在唱这类歌曲的时候再加入一些感情话会更好听。倪亚芳，小倪同学后半部分真的美得不得了，加油。哎呀，韩林老师，是我发现了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我今天好像买了一张票看了两个表演，一方面有表现到他们的长处，第二方面我觉得有发掘到他们以前没有，甚至于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优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张票的两个表演呢，除了看的人开心，我觉得唱的人也会知道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潜能。我觉得因为我个人啊，这个人喜好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光头的啊，那个亮亮的我特别有感觉。为什么你自己不是光头？我其实啊，这个你问的太好了，这是假发，我改天拿给你看哈。光头老师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，我有一点担心平安，尤其是在第二首歌的时候是雅风，你会比较凸显。然后呢，你今天呢非常有勇气，就是那个高音很用心很用力的把它唱出来，感受到你那种 power， 我觉得我为你骄傲，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。谢谢 Coco 老师，谢谢。以上的都只是建议，最终的决定权在杨坤老师。他们两个在舞台上发挥得特好，尤其是倪亚芳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嗓音很天籁。今天晚上你看看，你们两个看看观众的反应，真的雅芳，为你骄傲。谢谢，谢谢雅芳。平安，我说实话，平安，你唱歌没人味儿，唱得太完美了。但是今天，除了完美的那一瞬间，你有人味儿了。雅芳老师，你最后的决定是？在这个舞台上必须唱下去的是光头平安。掌声恭喜平安成功。实力唱将平安今天突破了自我，以最饱满的情感完成了这次演唱，得到了所有导师的一致好评。接下来他要向着今晚仅有的四个梦想席位冲刺。对于34岁的我来说，我不想浪费我这个天赋，我想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。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？今天我非常开心，所有的灯光音响乐队还有观众，谢谢你们。也谢谢你，倪亚芳。来自青岛伴唱女孩倪亚芳，虽然最后没有留在这个舞台上，但她美丽的声音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。